Сегодня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здес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тметить папин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Следующий папин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мы отметим с вами вместе. А еще я знаю, Наташа, что в Китае праздник. 100 ле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 мы поздравляем всех жителей Китая с этим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Мы тоже бывш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и прабабушка твоя была коммунисткой. Поздравляем вас с этим праздником. Передавай большой привет Шантинхуа, Синрому и всем знакомым. Всех поздравьте от н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Мы вас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любим. За вас, дорогие наши. Ура! 嗨，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娜塔莎。 今天是我爸爸过生日，然后我的小妹妹拍个视频，让你们看看我们那边怎么过生日。我爸爸今年52岁，可惜我跟我老公还有儿子还有爸爸妈妈就不能去他们那边跟他们一起过。但我相信疫情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能一家人很大的一家人聚在一起。 一般过生日的时候，要是人特别多，我们就会做很多烧烤，而且我们那边烧烤跟中国的有点不一样。我们那边的肉块比较大呀，中国比较小的。这个瘦子是我弟弟，真的讨厌死了，怎么吃都吃不胖呀，羡慕嫉妒恨，真的。然后关于烧烤，我们家比较喜欢吃猪肉的烧烤。 因为觉得羊肉的味道比较大，猪肉比较好吃。牛肉吃的很少，因为我爸妈他们自己不喜欢牛肉，我们也吃的比较少。哎呀，我一看这个视频，我就流口水，特别想吃一块。<笑>关于肉的价格，当然我们那边比较便宜，大概一公斤要15块钱人民币。 或者20块钱人民币啊，牛肉呢，牛肉稍微贵一点，牛肉可能是50块钱人民币，反正比中国这边便宜很多。羊肉还真不知道，因为从来没卖过。我弟弟妹妹今天对爸爸妈妈租了个一个别墅，里边有游泳池，这样可以游泳，因为我们家里没有。 游泳池，这是我表妹，他们在这边是做一些沙拉。好多中国人真的吃不惯我们那边的菜，比如说我伯伯公公，他们去哈萨克斯坦的时候，他们天天吃南饼，我们那边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饼，还有我伯伯带了很多方便面，因为他觉得我们那边的菜不好吃。<笑>这是我舅舅。 弟弟还有妹夫，他们每次这样玩的特别开心，像小朋友，哎呦我去，看他们玩的这么开心，这么热闹，我有点想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我也现在没法回去，这样看看也心里舒服很多。 马上给你们看一下我老公最爱的表妹，你们估计也会很喜欢。走起第三个就是他，他叫嘎加嘎啾莎，这个名字也很好听。所以，等疫情结束，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们。这是我妈，<笑>我觉得她好厉害呀，她今年51岁还能这样挑水，真的佩服佩服。 我觉得心态好，无论你几岁多少岁，你还是会永远会特别年轻。只是我家所有的亲戚，他们经常这样聚会，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讲讲笑话。我觉得这样特别幸福。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要每一个人多说一点祝福。这又是我的表妹，又是我的表妹。<笑> 你们懂的，欢迎朋友们评论、点赞、关注我，我爱你们。